111年6月20日9时30分许，在宜兰县礁溪乡礁溪路一段发生一起 A2 交通事故，礁溪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。经了解，张姓男子83年次，驾驶小货车南往北直行，与吴姓男子75年次，小货车在礁溪路一段与育英路口回转时发生碰撞，造成张男受伤，无生命危险，双方酒测值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男子驾驶小货车南往北直行，与吴姓男子驾驶之小客车在礁溪路一段与育英路口回转时发生碰撞，造成张男受伤，无生命危险，双方酒测值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事故现场于12时许清理完毕，现场交通恢复顺畅。礁溪分局呼吁，行进路口时要慢、看、停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